累就是 be mandy，那你们发的第一个就是 who day 那么多，就是 be manta。那它的题目就是累得下来，累得下来就是 be man in bo no，啊就来把它变了，累得下来 be man 拉拉 in bo，be man 拉伊 be man in bo 哩，no be man 拉伊 be man in 是不是？啊就来把它变了呀嘞。那老师上课嘛，three or four talk pieces 呀，就是 new city 城市。城市，比如说，老师，我们有 media practice 吗？你住在哪个城市？那推地来呢？说说阿点嘛，你阿巴那么对呀？是来嘛？刚木说说话，你边边问那我加一些偏见了是。哦，好，你住在哪个城市路？比如你没玩你啊的路没呀？比如说，哎，老师，我住在阳关，或者我住在瓦城，还是我住在那批的，我住在什么岛基？城市就是 new。那老师 practice 嘛，苗娃别遇到了，可是老师讲话听不懂。你住在哪个城市？哪个就是 which one？你住在哪个城市？你住在哪个城市？那答案就是我住在阳关瓦城，故意你也有故意不？那首都 zero，老师怎么记？第就是多，第多老师脑白嘛，level M 加入选项，那看那常常会看到，这是老师讲到第一条了，多嘛。可是老师说啊，龙的关于度的，老师拍不拍你表难免，所以老师首都是哪么拍啊？好嘞，首都就是 capital city，就是 Adiga Mutu 首都。那缅甸的首都就是哪里？就是仰光哦，缅甸的首都就是仰光嘛。那现在就是变成什么内比岛嘛？哦，首都就是 Adiga Mutu 了。那台湾的首都就是台北。哦，首都就是 Adiga Mutu 了。然后老师首都路哪么拍的呢？还有我住在首都。我住在首都，就是啊，你敢有嘛你啊？就是说老师说呢，我就在阳光路啊嘛，比较红。因为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你妈逼的首都就是阳光路，大家知道了。所以我住在阳光路了，我不太会说。我说我住在首都啊，你敢有嘛你啊？就是他们自己知道，就是阳光嘛你是吧？对呀。那帽子 auto 呢不代表老师要对他们帽子白呢不得的，也是考试为了考试嘛，帽子 auto。帽子 auto 上帝说了说 auto 我穿的都有苗地毯没戴帽子啊，外面很热，你要戴帽子哦。外面很热，你要穿帽子了，那么不要那种戴帽子。你们的人也是戴。Angie 味道，旁边味道，潘南西亚叫做穿 auto 上那你们的的那叫戴帽子。auto 上帝说戴帽子啊，那老师说也不喜欢穿，不喜欢戴帽子。我头上那么在乎，那老师安全帽，我头上应该我头，那老师帽子素那点嘛摆一下不？安全帽，安全啊，老师碎皮的搞贵了，帽个我头，老久我搞贵了我头，那叫安全帽。哦，骑摩托车时候一定，哦，那个骑摩托车时候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帽也是老师戴你的懂吗？我头上应该帽那层嘛，得叫安全帽摘没不？那老师皮的龙呢？哦，皮的龙那层老师得意，哦，小崔，我得意是不好吗？猪皮，那老师说，哎，老师不吃猪肉，真的，老师不吃猪肉，可是老师喜欢吃猪皮。我的意就是我的意就是把皮剁了，我一口嘛，我的意就是我一口嘛。老师说很喜欢吃那个假的猪皮，哦，假的猪皮，假说脚哈，假的猪皮，我一口脚哈，老师很喜欢哈。还有我喜欢吃那个假的鸡皮是吧？假一口皮剁。啊，皮都不要说了，说得意。可是老师叫那是个表嘛，表露牙的鸡皮说了说吧，然后解释一个，哦，猪皮说，我一个。那老师说，以前我常常吃那个，因为我那个你妈在嘛，老师台湾嘛花生这些，去的时候，老师一包牙是150块，那个什么猪皮吧，然后哦，假的猪皮，我一个叫他了。可是后面老师。不太会喜欢吃假的嘞。哦，鸡皮啊，就是我有时候在家里才吃。妈妈掉水。好，那老师说那叫皮啊，都知道都把它变成说得意不？皮就是得意。可是老师说我一个，这一个，哎，就是东东亚嘞。哦，那老师，儒家的老师，哦，我老师有说表嘞，你的皮很硬嘞。你也一个，你呀妈的不？对，老师哎呀，公安老师妈的，哦，你的皮很硬，哦，对，一个露肉，这里讲的叫一个嘛。那老师的判断里面叫对不？那皮鞋就是老师对判断，
哦，那老师讲到你看看那老师印了表，我皮鞋都一喷了，说老师面容了嘛，讲到你面的表吧吧吧，观众喷了几一表，还有多少面了，不是呢？老师表不白的，皮鞋是老师龙岩葵嘛，我那皮鞋都一喷了没有？哦，龙岩葵嘛，皮鞋手喷了，我跟手崩上没有？那种都一喷了，那叫皮鞋都一喷了。哦，那老师啊，皮肤帮来的，肤呢帮来的做皮肤，皮肤，皮肤是吧？老师讲到的 skin 啊，大爷。哦，皮肤，比如说，看见老师讲那里，门口底下我丢来点看嘛，还多大一点，也买点来的，大一点刚拿呗，所以才搞标签了，不都标没了？哦，他的皮肤很好，很好，多一大一刚那里喏，你那嘛说路线，爸妈们领他都把我带来，哪里啊，零零落落去哩？哦，我请你们去不？哦，你哪里啊？都把我带你骗你，哪里是表表里皮的呢？他的皮肤很漂亮，哪都是哪的，哎呀，刚的，所以他的皮肤很好。哦，哪里啊？温温娃娃的，瘦瘦削削的，那叫皮肤很好。哦，那有些人老说你哪嘛？我钱包的，哦，我的皮肤不好，那面我一大姨们刚不薄的，哦，皮肤。所以老师告诉买这点，老公把你那把带走，老师的皮肤底差嘛，关键刚才毛没塞鼻罗呀，我那皮肤好过敏。过敏就是 damaged 了，老师不马路被医他 ，English 就是 allergic 皮的不 ，damaged 啊不，那老师说老师皮肤会很过敏的，老师就是那个神嘛，那个老师啊，碰所以老师会过敏的，好碰，比如说碰沫 tea， 老师说很痒啊，打理牙，比如老师擦擦马屁了，不理他了，啊那老师。哎，这裤压了，说哎呀呀，对对呀，老师对呀，滑皮说，喉咙这喉咙压了，那咱老师是过敏的。还有老师这就教那些，本来啥啥过敏那些哩喏，本来啥啥来就是皮那些。哦，我会过敏，哦，我不能吃，我会过敏，我不要露牙嘞，我不能吃，比如说没有东西，本来啥就老师说了行，可能啥露牙哦。哦，老师不能吃螃蟹，螃蟹啥露牙哦，螃蟹啥老师会过敏的。过敏呢？看嘛，老师，大姨嘛，这么这嘛，过敏啊，好的，我都没有过敏啊，咯。哎呢，那是老师一种没带路，这么带路过敏啊，哎呢，好，但是过敏呢，叫老师搞目标撇了，老师叫了，螃蟹啥的，老师要过敏啊，大姨撇了，我爸爸撇来说，就是搞完就第二季目标。哎，那还有，那也是老师一种过敏的，还有一种老师不知道的，他问嘛，老师只有别的地方，老师说了先。前几天感冒，你们讲我受皮啊，皮没脚，还有在那流皮啊。那人顾不着，那人动手顾，动手顾一呗。那谁啊？我想谁用在啊？没人，比如啊，那老师啊，那没得钱了，挂个一直挂个一马尾羊的啊。那老师那个顾老皮没需要我皮脚啊，那么老师啊，单位哪路在长哪啊，路哪谁啊，路需要不？那老师哪是一年苦？喏，哪是的？那老师刚学才用多嘞，刚多学嘞。啊，哎妈，不学，才没多学嘞。那才多学嘞，看嘛。老师啊，还错，虚虚呢，那去年的，都年你有没有？哎，你感冒了？哎，你妈路里都说眼角嘞，那就感冒的，骨来了哦。哎，你感冒了？哎，看嘛，都说你哦。哎，我感冒了，那么皮发表了？不是啦，我鼻子过敏的。我鼻子过敏吧，皮肉，就是说，你用把路二十个没有标来点的说，俺能看我这么这样，就是说，啊，梦里把的纹路还臭还粗皮的，搞不好了，就是你你刚你你们当中啊，还臭还粗皮的路标，没有一口在看感冒里把的路都说没标不，他们老在丢里人，哎，我过敏的，所以你怎么样多，你说，哎，你感冒了，怎么样你感冒了，你来可以说，不是啦，我过敏的啦。高明路表来看嘛，他们对了，可就里面好吧嘞。他看你这样嘞，里路里面画皮来看嘛，有第二边出来看嘛嘞，有第二边，那毛皮皮在下面里来写，那就也是一种高明的。所以老师，这个那对不话嘛不，对路东农民话，没东西写不高明的不得比了。所以高明就是啊，大爷下路嘛高明呐，如我农民嘛毛不过。你弄你呀，牛肉嘛嘞，冻肉呀嘞。那老师还错还错，皮表弄出来。那是也，哎呀，那是也，都多么表白呢？哎，我鼻子过敏的，我那看他们戴啊，就是说，哦，毛纹路、扒皮路，啊，路还粗皮呀吧？说讲用用表表啊，没有过啊，都爱得有爱得里嘛，你也冻那些丢弄牛嘞。那亏啊，这臭亏啊，母味的，长母味的嘛，在路压了，那也是一种过敏的。
那阿达的过么带的阿是，我们伢子批评的啥啥人，老师说来就是评价，你看下来呢，那是一种过敏的，所以老师过敏就是这么着的。还有你对他不最后一点，时间到别了，是啊问，不管是去医院或是诊所，时间没批评是有没批评，时间到别也看嘛，医生会问你，你吃药会过敏吗？说明没得。哦，那你要这个要记得哦，你要学下来。 这样会没的，你吃药会不会过敏？还是会过敏吗？不，哦，你吃药会不会过敏？是吧？你吃到的来自皮的那些老龙的我没的，表姐呢？你这么带的谁吃老龙表啊？老师，你妈龙没的嘛？伢子把皮老师把谁没带了？把那什么？哦，到处把那什么呢？这么带啊？是的，把皮老把那什么？谁偷没倒霉？没有变了啦。 到处这个本来是你那么带啊，没有些。那老师到处可怜的，我那种个个的啊，你都说老师说了些，那本来是你那我没带用。哦，我吃药会过敏的。哦，老师说本来是你那么带，老师很多药都老师会过敏。那你我你要会路表演他会，你我不路是那么带我说，你我得理他不要，你那么带的谁有多么白老瓜？你要哎，这个路你要路这么带的谁么媳妇说呢？不会说呀呗，皮肤薄。 那所以老师谁用谁敢答应？这点对，差不多对呀，里面都有问题吗？都有那不得的，好吗？谁用谁敢答应？你有一定会问，你吃药会不会过敏？你吃药会不会过敏吗？或者会不会过敏不？谁答应？那就是撇的啦，就是他们带啦，没有洗啦，所以没啦，没带的谁洗啦不？所以老师说这个很重要。 那我皮肤会过敏，说我大姨他们带我就是我大姨，来自皮特的路标啊。那不路标也说，因为老师要跟咱注意的，哎，老师我不能吃这个，因为我皮肤会过敏。我大姨来自皮特路属于表露亚，你不过拒绝啊不？你说来着，怕脏来说让我们的大姨他们带来就是有个洗路不？好，那老师说脱鞋。 脱袜老师裤来脱嘛，就是脱鞋，主要来清洁喷的拖鞋。那老师这有也得力嘛不？哦，这有也得力嘛。我们一般不弄，基本嘛了地路呗。我们家嘛，有啊，假如布了也应该也是天气的关系嘛。大家都出去也是清洁喷的呗，比较习惯。 或者什么了，不要天天喷那个嘛，这啥也没有脸的，每个类所以当面喷那都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应该是天气的关系，我们比较喜欢穿拖鞋。可是我们台湾的是都有的拖鞋，他们觉得拖鞋就是在家里穿的，所以工作方面学校工作不能穿拖鞋，有规定，所以要怎么啥了？ 在学校不能穿拖鞋，就是不礼貌老师，就是不尊重老师，老师给人说没事啊，咋的不？好，所以去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完全不能穿拖鞋。还有工作的时候，这是政府规定的，所以要怎么查了？不能穿拖鞋，为什么不能穿拖鞋？比如说意外有出事，哦，这样那里要撇得出行，怕那不吃到保护。 等下，那里要撇得出行，怕那不吃到保护。等下，那里要撇嘛，说路，所以要怎么查了？你不能穿拖鞋。老师，保护穿就是说去书包那里边去的时候，吃到过保护，嘎嘎演戏的。所以就是，拖鞋我们一般是我们在家里穿的，所以我们这边没弄那个家里的，所以老师很少穿拖鞋。啊，别人穿的卡嘛，大部分不太会喜欢穿拖鞋，都是穿那个布鞋。好，那刷牙呢？有啥我教过的？ 再复习一次哈，刷牙就是多带的，牙刷是都不带，哦，常常是常常会放的错哈，刷牙刷牙带的，牙膏带的多带，牙刷就是都不带，多带一些没有教过，牙膏，牙膏多带一些，哦，牙齿的牙，哦，牙膏就是多带一些，所以我们这里多了一个就是牙膏多带一些，啊，还有老师说牙呢不带平常的话，须得来说牙医。 医生也医，牙医生那么考，多少次牙纹过？牙医，哦，我多少次牙纹多少遍没收不录多少遍么咯？我要去看牙医，我要去看牙医说，我多少次牙纹多少遍没录毛孔？啊，多少次牙纹？比如说没次牙纹多少遍没收不录表咯？我要去看医生录表也好了。所以老师多少次牙纹多少遍没录收了不录表么咯？我要去看牙医，哦，我要去看牙医就是我多少次牙纹多少遍没录？好，那没多盖的收不录表么咯？牙齿痛，那老师说一般是要几？
课程的嘛，然后应该是躺那躺那不，然后牙齿长不，哦，拿紧了。那老师这个这个用嘛叫做牙齿痛嘛。好，那老师这里老师那边嘛，是不是你底下嘛？我们再重复习一次，那个鼻子、乌干、头这边、头发、不是嘴巴，这个都是学过的。鼻子、头、头发、嘴巴，哦，我是给你们复习的。啊，那看你有老师不落课来说口红，口红了，老师你不是也哇，那口红啊，那看我口红呀嘞，不是阿爸哇，就是口，那看哇嘛，你要骗你啊，叫叫口红，那看你，哦，老师说的是很喜欢擦口红，那看你说的叫老师擦口红落课嘞，好、哦，擦口红。好，老师看看你，那看你说啥不？喏、哦，擦口红就是，那看你说的，哦，擦口都在都在擦那嘟嘟呗，喏、哦，擦口红，我喜欢擦口红。可是老师这个也是老师男人家用的嘞嘛，一般俺们爹妈爹妈长大的越他们的，老师也是以前住在缅甸的时候不太会化妆，不会擦口红的，可是后面台湾到的时候就是。为了工作吧呢，然后那与他的美甲呢也有关系，所以慢慢会变了，会化妆，然后擦口红就是能看你素了不？好，那可能没有教过，就是这个舌头，舌头，舌头就是下，舌头，舌头，舌头下，头就是老说下下，舌头就是下啊，就是、啊。每个那看，就是刚那读的不，所以老师舌头就是下不，哦，那那边脖子、脖子、脖子那边，还有手脚腿对面的，脚啊切到腿啊绑，脚那腿呢刮下起来，老师就表达不明。还有老师三拇白嘛，是不是你底下嘛？大拇指，大拇指就是那么，大拇指，大拇指那么。好，那个张龙龙老师没有讲，因为老师讲张大杀价了，面也偏麻熟了哈。大拇指，那么还有眼睛，眼睛就是面龙。那老师讲到要记起啊，面龙的面盘呢就来点没？面龙啊，一声面盘啊，四声哦。眼睛，眼睛面盘，这个都是老师都讲过的啊、哦。那老师面盘戴的叫老师刚有说过，我头上的是吧嘞？戴帽子，面盘戴的谁？戴眼睛。啊、，sorry， 戴眼镜，面盘戴的，好，所以老师要记得，我说那面盘戴的，还有那家戴的，也是戴耳机。上课的时候你不能戴耳机，上课的时候啊，真的在听吗？你不能戴耳机，你那家没戴呀，不不，戴耳机，所以那家戴的也就是戴，安全帽也是戴，面盘、眼镜也是戴，帽子也是戴，好，好。那耳朵哪月？那老师你这个这里边有一边他的耳机哦，那么的大家耳机就是哪节？那老师眉毛，眉毛就是面孔眉。那老师电脑也脑呢就读呗，头脑，头脑，头啊刚，脑啊，头脑哦，头脑就是头脑，头发这边，把这这边别太他来说，宝妈把的地也没有也没有给真别弄他了，这边去那这边读，因为。就是老师三摩拜嘛，哦，老师今天点的迷你呢，就是比较喜欢未班组考试，因为老师对面家跟了三摩里啊，应该会有很多可以参加很多考试，所以老师衣服这过来约他的，长头发，长头发就是这边写长，这边写短头发这边读，哦，那老师今天点的迷你呢，可能为了考试了约他比的，老师其实是课本嘛，你可以把它没有去啊，不喏，课本老师第一次抢嘛，那其他都是老师加起来，就是教他啥教他看嘛嘞，都可能五十三亩了多少啊，这个来三亩就炒股票些的哈。那老师这边谁说的？这边搞的，老师 A four and listening， sorry A four 让我看的，那个 H S K four and listening 嘛，把的染头发这边谁说的？染头是谁说的？染是这边染啊谁说的不喏？头发啊这边，染头发这边谁说的？我要去染头发，我要去染头发啊！这边谁多说么了？到底烫头发，烫头发，烫个到底，
唱头发这边搞的，染个说的唱个搞的，染头发烫头发这边洗漱的这边搞的啊。那老师讲法啊那老师的嘛声调啊当然错吧那那里哦他老呢法务老师大陆的老师的三十四声的表演我们有时候三声的表演，所以头发三声四声都可以说头发或是头发两个都可以，三声四声它两个都是对的那我们台湾的是头发四声，我不会说台湾就是三声的，比如说头发大陆的就是说比嘛一比较头发四声，所以是不是给白嘛，所以他说四声的主要零嘛，发四声的呢讲发讲啊念的讲发这边念的，那老师你们把这讲法就是老师上面为他们把这好呢比他了是不是表嘛讲法对你们懂不是不是表嘛把那懂了说讲头发讲头发这个表白呀好个第二样的这个表白嘛懂了不过老师 DUCF HSK4 嘛那批评你中队啊嘛这边念的讲法不把这讲法这边念的这个表嘛叫做讲头发这边念的，那老师龙啊 listening 嘛这边念谁啊哎啥叫要人讲到龙啊没啊龙不表了啥叫 AM 念了理发师理发师理发师这边念谁啊理发师我们台湾嘛这边念谁啊理发师那么口我们是设计师的口啊可是老师这个是为了考试不为了考试上目外白嘛老师讲了 HSK 4P 第七步理发师第二个概念中对啊没哈理发师可是老师不要比较那龙岸听不懂不把别忘了龙岸拿不了理发师所以老师讲的要习惯讲发讲头发理发师那老师累变慢呢那老师我跟他讲了三斤半理片多还没被买那种被买那三斤半吧朋友 Relish Pita 不那被买那三斤半就是 Relish Pita Relish Pita 是什么轻松比如说老师讲的觉得现在老师所以老师这几天很累老师说人也很不舒服主要是台湾老妹讲那里主要是交往我很麻烦的语言学生语言班哦大学哦那库龙讲到差别不来的大学讲到 language school 的毕业讲单英文啊就老师高有记忆学啊因为你妈比帮台湾班啊主要是台湾来讲那里的单英文啊台湾嘛要你在讲那里的单英文啊所以都给啥的人啊就是你妈也得变老婆路啊路啊嘞你们讲我很累可是老师讲来但用文笔都还没睡我觉得人家学的还很轻松对讲到但用文笔前老师很累我说就睡不了我然后把心没毕业所以是讲到但用文笔都还说我轻松了你们也是啊三摩屁也是真的很累三摩屁都还说人家学的很轻松了现在很轻松了现在可以轻松了人家去路亚比人家去的不高兴万大了好的是但怎么就是难过完你了那一个冷不然热那听你不能认为呢觉得认为是挺的觉得也是挺的生命呢那老师觉得日本的年路表面热认为个日本面呢比如说老师现在人不舒服那你们觉得今天没有课好我认为今天没有课我今天怎么修龙啊天呢我觉得今天没有课因为咱们是不能听的这个东西也罢了那老师课本那么罢了同一个住你的我跟他同一个宿舍那都没上着苦的住你的上不我跟他同一个公司上班那都没住你的公民的苦的嘛漏漏的我跟他同一个学校读书那都没住你的长得长得嘛长得的我跟他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社区是城市我跟人家同一个城市住都那个人没有的没有人嘛你的所以同一个都你的
那一直 there is 多少？那老师有造句，我肚子一直饿。哦，我肚子一直，我摆多少啥的时候，我得了是摆啥呢？不，哦，啊，我一直不舒服，啊，多少？你们干不不？懂了呀？那老师这里，我一直肚子饿了，懂了呀？老师立马亏他了，知道吗？你没有去了？我一直肚子饿，所以懂了呀？嘞，摆啥的？我做来着。啊，多少白色的不？那课本那么白了不呢？这么想，这么想就是二十六天呢。我也这么想。比如说，你说的那边啊，哎，老师啊，让你们讲起的，今天真是让我们听呢。嗯，我也这么想。嗯，还来二十六天呢，我也这么想。哦，今天没理啊，没毛理啊呗。既然你在木得多，就要没那多了喏。哎，我也这么想，我来一路听呢。哎，路你还没完，对吧？那米呢不得比，米就是老师说米渣，米啊米渣。那米饭就是陈米，那米的龙呢属于三。哦，所以老师，哦，不如我去那边把那边马路地下买哩喏。我要去买米，就是俺米渣多稳不咯？我俺三多稳不咯哩？我咋着挂过去年纪比把那边嘛不？好着么啦？俺米渣多稳不咯？我们偏来呢，俺三多稳不咯？我也是呀哩喏。所以米就是老师三也米渣也那么有些，看你要怎么翻译哈、哦。还有公斤几咯？那老师，我不都不带你那边，老师这个也是应该有讲过，公斤是几咯？老师台湾嘛，还是老师？这差那，你妈比妈了，老师说请贵那请的，啊，理解我，这叫当天做的。我说地方不是我叫了公斤那对啊，应该有讲过这句话。老师我讲的要记得啊，台湾啦，如果呢，我多路，我表弟啊，就是说，嗯，这个是我也遇到过啊，那些台湾要你讲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因为陪你的喽，哦、啊，他写，哦、啊，他写，就是。他写什么72哦72用可能三成了你便宜的龙可能三成结束什么便宜啊你来乖哈便宜的龙可能三成结束哦哎很难的不哦所以不要现在老师讲可是老师啊假如你过来个新的皮带对我没有买哦可是我是觉得那么便宜吗哎哎我呢那边我有一次他啊便宜的我签名样了的签名那的签名了我那有兴趣所以我们在那他写的32哦那就是我的便宜的普通32对不对那多少比例来着多少前面不给你买过那个他说130 138啊那个32不是吗他说那是一斤哦那我不要了。我说都没有安娜为什么在路边跑步都没有所以呢不好意思的啦。安娜把那还是下一面下马步我就来了不。我说安娜在路边妈妈抱。哦谢谢不要了他可以别变出来了。那或者说苏西啊。那么苏西啊哎呀都按你屁屁你呀嘛老师哎叫我啥的呢老师说说啥不得无人。他说他很怪我刚刚表弟。老师说说定来比较的他们也没那个外边外的对。他说我表弟多会啊但我表弟啥钱呢我表弟这批衣他那个第三个节说的那么便宜不回来那个来请几哦第二是谁不可能他表弟请来了请来过记录呢所以老师这是金马说的公斤的这记录不到所以老师衣他来过怕干嘛是不是这记录还是这错了是的一包不老鼠一些一包是这一笼不老。拿到票就给公斤那样啦，得几路不老鼠一样，所以注意他的下个得几路啦，公路啦，这样嘛。所以骗人呢，有可能啊，骗人怪我多心大哩咯。所以老师不要吵，台湾要来看嘛，谁会来看嘛？老师，你个老公骂我嘞，没谁接听，没问的，俺们哪是俺们咯？俺都讲到就是话，俺哪有啦，不用客气啦，把俺哪是咯，就是不要，没关系啊。我说不要，谢谢，不要了。他给了、哦、所以公斤是几多吧、啊、那老师说检查学过了是谁的那每个查看是的哦谁是的身体检查体检哦长过了谁是的哦一关注身体检查看那个是谁的看那个是谁的就是每个查看口罩吧还有 CRV 你也不在听嘛主告口罩身体啊体的龙变口罩检查啊检的龙口罩体检好、哦、啊，主角体检是谁是的？多少表演？你要体检吗？
的确叫嘞，你要身体检查嘛。西安文理教的老师都说啊，面标啊，周围标啊，对吧？所以体检，体就是身体的体，检就是检查的检，体检。所以你看，葫芦里面一个 check 了的，那老师堆血，血就是堆，堆泡的出血，出血，出血，出血堆泡的，出血部门堆泡产的，或者的话，羽毛乳都堆泡的，那叫出血堆泡的，出所泡的，出血堆泡的，地产嘛，台湾嘛，咱们台湾没讲给咱们讲的，要更知道这些。身体检查出血，好吧？你弄来伢们家给要出血，都跑完吗？哦，你话你明白明白不？老师了是了，一样还要出血，哦，都跑完吗？哦，所以这个要知道。还有关系，关系不等乎关系。哦，我跟他，他跟我没有关系。哦，我跟他去，他跟我没关系，是吧？都两个人不等乎没事，有关系啊不等乎。比如说，你两个人把他们不等乎表了。哦，他跟我没关系，都能干的啊，你不要客气。哦，比如说羽毛入水跟我关系有关系，哦，他跟我有关系，都能干的不等母系，因为我们他是我学生，我是他老师，这个有关系，不等母系。哦，关系，哦，不等母。那词语，词语就是老师这个龙我好了，词语这个龙我好了。这些都是老师热心。康斯超博第十六课，也是斯超的迷你特维塔拉皮德鲁，也是为了考试。萨摩尔玩的，萨摩尔嘛 ，HS 给的绿的木呢 ，HS 给佛的，需要不要？我在抽哈的，特维塔拉的，你还写？好，那看一下，那你们认真听啊，老师知道，来讲烟花皮的底下啥路？我现在乐得下来，班主累累的。就是我现在累的，我不白买呢，下了班就想睡觉。哦，我的妈，那个，哎，你们要给我改一下这个，拜托拜托。反正这下老扁扁的呀。这个下来。那包，俺们包，哎，这张老师刚才录的，累得下来，哎，三的这张刚才录的吧，老师讲哪里？我现在累得，俺后边买哪的？下了班就下了班就，六点哪呢？苏然呢？想睡着。我现在累得，下了班就想睡着。俺后边买哪的？六点哪呢？一千米的，哦，那。生吃了嘛，表着。那他说累的时候，把六千来给啥表着？他那么那变态了，被买那钱嘛，不想说话。累的时候不想说话，被买那钱走路行，这他们表钱脑补的。哦，被买没说完呢，这他们表情过。那老师第二个，刚选的时候。表示那些把六千那片六千那片片包括我身上，那边长那点是表嘛？慢的时候六年的钱嘛，冷的时候一点钱嘛，牙长的时候多盖点钱嘛，热的时候不热钱嘛？那老师一不然没有表啊？第二个刚生的时候，刚生的时候，刚生的时候，我想跳舞。刚生的时候我想跳舞。好，下一位一个人的。我们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吃饭。忙的时候不能吃饭。不想吃饭。没有没有钱的给啥没有钱的给啥表了。我不能吃饭吗不想吃饭。哦。对吧？比如说，你想做什么，还是不想做什么？你六千的给啥？六千的给啥？哈，买的时候我不想吃饭了，都没有去留家嘞。好，按读，下一个，累的时候，不想睡，悠悠。
冷的时候不想游泳。冷的时候不想去游泳。北极。假产的时候，我想去医院。好，下一个一模就。热的时候我可以。啊，别嘞，一模就，看脚啊，七零。热的时候我要开。Red，sorry，emo 就 red 的时候，我要看什么？我要看，那就灵气蓝的，怎么啊？好，在公司跟我们你妈的，少丽呢？周明说，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不喜欢，实际我不喜欢我们在普法，一直都是在岛上。住你呀了，妈妈嘞，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主人，你有这么有人嘛？不是说没有这可怜嘛？一边倒上你呀，没在一块不？那老师是给表嘛？路上那是没有烟筒的。比如说老师说路线，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国家。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国家。那烟筒那烟的嘛？一边倒上你呀了，我不喜欢。多少家了？想去多少钱的？其他城市看看。但他没有留过多少笔记起来不？你来之前来说，如果是我的话，想去其他国家看一看，像那应该你没嘞，多少记起的嘞？比如说老师之前去过北京，来去新加坡，后来在北京sorry 台湾，然后呢我还想去别的国家，哎，就是这个意思哈。好，左边说，我念书的时候也这么想，我以为西中啊那边嘞，这么想，路边挺嘞，路边生产嘞不？但是大伯们。那时候，那艾迪时候，而且艾迪以前弄啊，没有钱，不上心不嘞。如果有钱，如果这个月有钱就去了，不上心，花呗的。小丽说：“那大所以呢？您现在为什么不去？你把账给我们打了来说。”周敏说：“现在钱不是问题了，不是俺别的那么好着物嘞，主要这个一把那个说，是别的，没有时间，而且没去着物嘞。哦，所以人呢？”就是小时候你很想去很多很想玩什么类似的，可是你没钱，后来你有钱了，你把妈妈去了，没时间了，而且没去了，小丽说，我认为啊，挺难的。现在你有时间也不会出去玩了，你妈给我清洗了呗，你多么累了不嘞？周明说，你说的对，你不要让奶奶的，我现在累得下了班桌想睡觉，阿姑被妈妈骂，老师你说呢？哎，亲奶的。这是老师努力的，那是不话的暴力，也是对哦。这是他就是不只是一个课本，这个老师那录大的，录你不话的这个偏旁的帮三有的不？那好，念一下，吃嘞，在公司。在公司，小秘书，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寝室，身处其他寝室干一个。周明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但是那时候没有钱，如果有钱，就去耶。小明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周明说，现在钱不是问题嘞，主要是没有时间，小明说，那我认为现在你有时间也不会出去玩。周明说：“你说的对，我现在累得下来，但就想睡觉。第二个在同事家，你老公不敢陪也嘛不？同事说：“谢谢你们来看来我，看我我女儿嘞，谢谢记住的呢。你们来看，你弄垃圾啦？我女儿我都没有你弄垃圾啊，记住的呢嘞。你送的小皮鞋，你那双背的小皮鞋，就是第一盆的第里啊嘞，和小帽子 auto 的第里啊嘞。”真漂亮，得给哪里呢？小丽说：“别客气，俺们哪里的？你女儿长得白白的，长得啥吧咯？有鱼短片来看哪个？强我们跑工了，长得比如说，你老天呐，王一博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喜欢王一博？王一博长得怎么样？王一博长得很帅，是吗？王一博长得
很帅，文部也对比有一句不嘎嘎吧，比如很帅，高高的一个，哈，你哪里啊什么？白白的，你们喜欢，就是又一对面语的看了，就是长得他长得很可爱，犹如雅嘞，啊，所以你女儿长得白白的，你的面脸有一粒啊，飘飘的，哦，胖胖的，娃娃叽叽的，真可爱，你个秋裤高呢的，现在多高了？我也不老细了，也不老细了不，那多高了？啊，同事说快一米了，这米扎细多没的，啊，这米扎细多没？那二十五公斤，那三个给露西爷的理解啊，家肉。那小丽说：“你看他鼻子小小的，肚子康里啊，嘟嘟里哦，头发黑黑的，怎么里啊，美美的那个里，长得像谁的？不懂人读啊的，这是个表老师没留牙的。你长得像谁？你啊不懂人读啊的，你有语啊不懂人读啊的不？比如说我长得像爸爸，我平念读的，还是我长得像妈妈，我阿平念读的不？像他爸爸。”肚皮呢煮了的表达你们像说大概都说他这么煮了肚皮了呗像他爸爸肚皮呢煮了的刚出生上母母亲了母老龙了的他爸爸高兴的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肚皮表来着嘛真要了应该表无的啊不都能煮了好好第二题苏特在同事家我的老师在同事家同事家并且你们来你们来看我女儿，你送的小皮鞋和小帽子真漂亮。小丽说：“别客气，你女儿长得白白的、胖胖的，真可爱。现在多高了？”粉丝说：“快一米了，二十五公斤。”小丽说：“你看她鼻子小小的，头发黑黑黑的，长得像谁？”粉丝说。刚出生时他爸爸高兴的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没睡着哎没表睡觉个哎你叫睡着哎表睡没睡着说哎没表的。那在公司小刚说我的牙还是很疼呢我的牙那多啊还是很疼。他让问哪里的爷爷同事说如果不舒服得给我们的答应呢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是用多少十几百来的。小刚说检查好几次了把表了好几次了。看来看来是别建议这么内容不如表达。是这样建议这么内容不的但是大表没什么用。啊都没用不如表达没什么用。啊比如说你有能不能背着啊对不起。比如说你是独生女儿吗都遇到的没你爸爸是希望你能帮助他多照顾脾气不苗的呢可是你啊哎呀你他们啥的哎呀你真的得碰撞的哎你啊你去了吧等我他再也没什么用都念片你走了啊不要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用都不要表表不都去了都不用了表了他再也没什么用他在他有也没什么用都要洗啊在那都没。哦、他在也没什么用都洗了都没用了不然马上都没用。好、哦、没错你洗了马上都没用就留下来你在也没什么用。好、哦、你在也没什么用你洗了马上都没用你懂啥面了不然你妈来了谁看他打到死的但是没有什么用马上都没用了。那同事说大夫是什么是啊喂大妈肉你妈要老说谁都弄了都拿我一生都没都没呢。好、哦、大夫。啊，就是老说你弄啊东弄么，大夫他妈肉我怕他便宜了哈，他妈肉是养命啊，怎么说的？不露表来的。小刚说，每次医生都告诉我，靠在是养命啊，表来的，回家好好那个刷牙，高高大大一点。很多人就是第八个大问题呀。好，那老师再见了，在公司。在公司，小刚，我的牙好是还很痛。陈曦，如果不舒服就去。同事吧，不是同事的。同事，如果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小刚检查好几次了，但是没什么用。
同事父母怎么说了？什么说的？那不管怎么判断了，大福。对不起，对不起，大福怎么说的？小哥，每次医生都告诉我回家好好刷牙。这个是TTC 啊，tomorrow。大家打，四声。大家打，四声打，服不服？五神符，大福，大福，大福，tomorrow，大福，大福，哦，tomorrow。那很多人都觉得，阿拉鲁这种名也挺麻的。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人啊鲁和啊呢，鲁呢人的鲁呢鲁呢关系不等乎这个，冷冷的，冷冷的吧，说一点模糊吧，说一点意思撇的路标啦。ADS 呢？哦，啊，可可嘛，我那录的都没听呢，录掉那录掉不耽误的呀，ADS 吧，比如说，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骗来呢啊，把来说，老爷人家里的，忙得没时间跟别人见面，老娘了嘛，你的岔路呢，追不上去，没戏不，累得不愿意和别人多说话，被忙的卡家了，不如别种，这岔路呢，多说话是卡里表不？表情哦，愿意上哪去也不愿意做，上哪么去了？别买说，别拿那彭磊东，哎呀，我这爱情的咋的？其实这开了嘞，我们应该多对别人笑笑，多做咩咩。我说对呢不？在岔路里呢笑笑，不用对呢，一点毛不用对呢。说话时在看表情嘛嘞。如果能多用一些，哦，能做哪一点？多啊咩咩，多用一些做咩咩东北啊的罢了。您好，谢谢。这样的词语，就是卡里有标对点来的，这是老师录的语音的呀。比如说你那个哪句对的，对的卡吗？你那的是干没有？俺那是干没有？那我们两个地带没？那我们因为不认识了。那老师录的要对，看到号码，看到号码，你那个哪天要对起的？我们可以说第二个，哎，你好，比如说到嘞，哦，等下比如俺你好，哎，阿拉巴大喇叭说，我们可以什么？交朋友了，等下就露露牙歪是吗？所以老师是这个意思。所以人跟人关系可以多多少少哦，也可以说哦，您好，边接触点呢，谢谢，表来看嘛，这样的词语懂得来的哦，和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这差路里呢，不等我吧，别着，不比较讲啦啦不哦，你这样说说啊，路看都看到嘛，路掉这多了眼睛啊，来几米是哩，个来个来几，讲啥讲讲哩几来，吃了几来呢，然后路面嘛路面，路掉这东西。刚刚你吃了恐龙鸡，爬龙门没得？哦，哎你好嘛，哎你好，什么什么表来卡嘛？我们可以做好朋友了。等你刚刚说，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来念一下，诺诺迪瑞。啊，很多人都觉得社交人和人的关系累累的啊，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忙得没时间跟别人见面啊，累得不愿意和别人多说话。其实我们应该多对别人笑笑，说话时啊，如果能多用一些。啊，你好，谢谢这样的词语，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好，那老师第一题，那个过来撇开的饼，啪嗒边啊，你又来。如果我在江湖能少一些会，得给路人俺要抓个，俺要抓个嘞哦，还是因为奶奶呗，去买手里呢，他就会很干，我和孩子在一起的，他就会多跟我和他孩就，子。给我和孩子在一起来的，都干嘞，俺如果俺如能俺奶俺可以对的，俺奶俺可以俺嘟嘟的，才白买。前面前白露牙的，好，下一位顺嘟嘴。嘟，第二题。你觉得哪个城市最好玩？
被没有嘎来路来路刚从路凌晨嘞。啊，第三题素面难的。我和头的关系不太好，怎么办？嗯，俺那个阿康婆的先生也得比我们刚来热闹呢。哦，我说的老师说错了呢。对对，这个看不看不过标了。第四题，推地人呢？推地人呢？来演讲，看某某嘞。我女朋友鼻子刚刚的，头发长长的，非常好看。我也搞嘛哩，那看我嘞，深深哩的，那边也嘞是心里比一样来。对，深深的，对，纯纯的，深深的，俺的傲，明明都把那边边么啦，录几呢？好，第五题，没得错。那个小伙真可爱，我们把他带回家吧。哎，回个了，哎呀，吃不光的，俺都多，哎呦，可大呀。好，第六题，那个没读啊。啊，今天下午你去哪？你去哪嘞？我得车就是有问题。你我去检查了一下。翻译。今天，把它。嗯，把它。今天让你，好，你别端嘛嘞。嗯，你别端嘛嘞。我也刚刚迷路了，我别在那心里嘞。我，这卡啦，端是手机啊没？啊，看那道四十九嘛，好，第七题面膜。你想买点什么？给我来，给我来一什么？一公斤苹果。一公斤苹果啊，帮你这给了，好。第八题，那个 Nancy， 你有多高？1.75米。你还要不老写的是的米单呢？可能上啊。啊，够牛面，第九题。哥，有点，但太小声了，那大声一点。你怎么敢吃饭？你怎么敢吃饭？你不是说啥嘞？哎，不是说说，你不是为了说说嘛？出名啥来的？我说好像啥嘞？今天吃晚了。哎呀，他能讲嘞？哎呀，他能讲。以后做来上班，那就上班了。过来把皮了。让我。让我。阿天。放下以后。大大比较等哪的嘞？啊，班路第十题。出门去那边玩什么？马路怎么？怎么去那边那边玩的吧？我认为，还是北边。北边更好玩诶，以前。俺屋北，俺屋张飞古话做人讲么啦？俺听到，要不然古专业讲么行嘞？那第一题没跟我拍表，批里表呀，那个三位队友。Somebody is speaker. 谢叔叔。
再说说。年纪的时候，都是多你的啊。就年纪的时候，然后办什么什么没去？为什么吧？没去？为什么？没。为什么每次旅行，就没啊？原因了吧？这样可以了啊？好了嘞。就年轻的时候。你来你的演讲，好，严肃，哎，扁皮啊，严肃 speak 啊，哎，严肃一吗？就我现在就是为什么不能去旅行？现在怎么没去旅行？啊，旅行，现在就不能去旅行，因为他现在没时间了。不是，周美年轻的时候，能给弄啊，比如啦，就爱连弄啊，把路嘛都听到那年嘞，先不去弄某个给弄啊。啊，是因为他没有钱。对他昨晚年轻的时候没有去旅行，因为他没有钱啊。好，第二题啊，接着哪一轮？现在钟明因为不能为什么？哎，为什么不是因为被拍假了？现在钟明为什么不能去旅行？旅行。现在周明不能去旅行，因为他没有时间。好，第三题，邓金木伦。我这个女儿长得怎么样？同学的女儿，胖胖的，白白的，真可爱。好，第四题，杰迪。好，上个为什么牙疼？牙疼，因为他没有好好牙刷呀。因为他没有好好刷，可以。好 ，Yugi， 第五题，为什么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冷的？酷鲁耶鲁鲁金是谁呀？把路一滴一下骗你啊你。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嘟噜，啊路一眼骗你路，没啥产品路，一滴一下骗你呀。好，第六题那个，一毛五。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关系，变得更好？如果能够有一些您好、谢谢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们才能。让关系变更好了。好吧，好，那个第一题没那篇，那老师没跟老师也把那边讲嘛。如果这有很多钱，你会做什么？这个路不是你们家一起，你把那我们来的。那他有答案给你们了。如果这有钱呢，我就买一辆车的，那家里自己外面包。好，那第二题。如果有时间，你做什么？你给我清醒，你把弄了。第三题，如果能去一个地方旅行，你要可以端来里面，所以你去哪？你别忘了。第四题，如果你是超人是 Superman， 超人是 Superman。如果你是超人呢，你会做什么？你把弄来的。第五题，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你不让孩子做什么？你给你阿皮没打算，可以留把我们老师请不来的。第六题，如果你没钱了，
不是没学会，你怎么办？你不如弄不来的。好，好，那老师，第二题啊，你啥撇啊？哦，那。那第一题啊啥撇啊？都答案我们记过，过答案那个撇啊？那个，朱丽倩，如果如果我如果有钱，没工派，哎呀派。好的，老师，如果有很多钱，你会做什么？这个六个三里面是你把了我们嘞。如果有钱，我想去旅游多的国家。我想去很多国家去旅行旅游哦，我想去很多国家去旅游哦，我想去很多国家去旅游。那给你们一题多少钱呢？好，第二题问我，如果有几天你做什么？如果有几天，我跟父母一起去玩，一起去旅行。哦，真的吗？真的。好，第四题，那个第四题你要我讲它，那个叫什么？听票位？如果呢？好，老师，如果能去一个地方旅行，你去哪里的路？这个你啊的不可以专门出行，你比如专门的，如果能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我去伦敦，我去北这个路你啊的你要可以专门出行啊，伦敦可以专门啊，好，你没有个地皮了，来呀，这都是说的，今天要来对我们刚刚录家呀。好，第四题啊，严敏峰。Superman, Lavi. 如果你是超人，你会做什么？叫什么？你 Superman 哪片八楼？如果我是超人的话，我会做变泡泡鲁比奥老师。变泡泡是鲁比奥吗？我会抢，不要，没必要玩那么高难，不要玩。哦，苏巴曼水独立给路亚哎。哦，如果我是常人，我会救人。哦，我会救啥给嘞？我会救人。救流给没不？没啥来呀，不给啊，白泡沫。我会救人。救我会救独立给没？啊，第五题，木一人呐。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你不让孩子做什么？你要比越拼命是如新格里有爸妈都开满了。如果我是妈妈，我不让孩子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好，那妈妈第六题。如果你没钱了，你怎么办？如果我没钱。我要努力赚钱。你没钱，你要努力赚钱。